在上一季的坦白中，我们揭秘了王傲和大张伟的化妆界，而本期天使测淡组合又来撩拨鬼鬼吴映洁和小鲜肉白敬亭了。在明星大侦探玩家的身份之外，他们又是什么样子呢？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鬼鬼的化妆间门口。是的，那我们看一看他现在正在做什么。我们现在呢，就在吴小姐的这个化妆间里面。是的，我们现在要为她提供，对，因为她上次被我吓很惨，你知道吗？吓到痛哭流涕。可是今天她就是还蛮正常的呀。我们现在是要为她提供良好的服务。等一下，你要先说，你这位空姐更美一点，还是我更美一点？当然是我啊。她真的是一个很不谦虚的嘉宾呢。看看你，我就是山寨一点嘛，但是我头发怎么在啊？你都老了，还当？你看你的腮红打的，你看你的头发。我们要不要打一下？要打一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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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我们的吴小姐，这一次呢，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哼，坑个屁啊！看一下我的台本，死者。死者需要穿这么隆重吗？好啦，我扮的是乘务长。那请问一下，乘务长的微笑要怎么微笑？我也要微笑。你们两个对比一下好了。好。请问一下吴小姐，就通过上一次录制节目之后，你觉得在那几位嘉宾当中，你最喜欢谁呢？鬼。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夏老师。为什么？因为我可以一直让他持续在崩溃的边缘，我想看他会不会在某一期节目真的崩溃。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玩游戏了，吴小姐。哎，你看到我今天拿的水哦？对，我 do something to drink。你都已经告诉他是水了。Your tea? Are you? You want to eat me? No. 你挑哪一杯？我看一下。你挑哪一杯？我看一下。你不用看了，就是这一杯吧。感情深一口闷。好。好 ，Stop。我们看一下吴小姐的游戏是。运侦探运气测验游戏规则：主持人和鬼鬼将随手翻开杂志的一页，谁翻到的页面上人头最多就算胜利，这可是纯靠运气啊！不过鬼鬼同学如果输了，可是要接受严酷的惩罚哟。来，三二一，翻！来来来，我们先来少好吧，学校几个人？我要翻一样的，我要翻一样的。那不是你的绯闻对象吗？看一下有几个人头。一二三，十五、十六、十七。在我十七个人头，你加油啊！耶，赢的。伸展这个镜头看一下，有几个人？你看一下，一定赢的，我一定要被惩罚，你一定有做。把你的特写给大家看一下。我是这样发的，发号实在是不太好。对，处罚什么？快点！好了，我们的处罚就是要回答一条最恶毒的网友的攻击。他说：“那个什么吴映洁，真 TM 丑了。”长得又土又黑，嘴唇又像猪，这么丑，去演那些弱智好不好？哼，弱智也不是你想演就演的，怎么找了这么好的猪来演戏？每一次他一出场，我的进度条君就有的活干了。本来不喜欢快进，可是就不想看到他，还是女主漂亮，古典有气质。所以我要回答什么？你就回复他啊！你马上回啊！不是啦，对着镜头回。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谢谢你的指教，我会努力继续加油的。吴映洁同学已经通过了我们的这个考验。怎么还有红包？好不好？不是啦，这是我们就是要送给你的，就是可以成功的去录节目的机票。恭喜你，可以去录节目喽！是的，恭喜吴映洁。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欢迎登机。我们现在呢就在白敬亭先生的房间，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给大家揭秘一下白敬亭的化妆间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的脸就难忘了，是不是有点假？愿意站起来吗？这样我们是不是不能在同一个画面里？还是坐着吧。这样我们到这边来好了，因为这边比较空旷。白先生，请问你想要吃什么水果？ Would you something to drink? Coca-Cola, coffee or tea? 你想要吃什么？什么鬼？你想要吃什么水果？算了。白先生，你这一次要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这一次还用说吗？扮演一个空少。那请问一下，就是在上一次录完之后嘛，然后跟这几位嘉宾有过接触了，你觉得在他们当中谁的智商最厉害？包括你自己。还是你想要吃苹果？我还是说话了。本身在参加节目之前，我会觉得就是，萨老师跟何老师会特别厉害，因为萨老师是法制节目的主持人嘛。结果呢？他们两个有让你很失望吗？那结果，
我最信任的两个人都猜错了。这一次你觉得在你们这几位嘉宾当中，谁最有可能会是凶手？我猜欧姐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上期猜的她不是，然后我这期还猜她。对，她好执着，就是买菜票你要买一号那种。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白先生玩一个小小的游戏。真爱的歌声游戏规则，主持人将随机出题，白敬亭听到歌名之后需要饱含深情的含着水唱出来，这不仅是考验小肌肉的唱功，更是要考验机智的时刻，白敬亭能不能顺利过关呢？这你都还没猜出来，这你都猜不出，我想让他多改，好明显，好明显了，快点的，我自己会。好，行，贝德，你来第二首。小燕子传花衣嘛，来第三首。别喝，别喷了，快点，芭比。栀子花开呀开。好，那刚才呢，白敬亭先生成功的通过了我们的考验，那接下来呢？是的，我们就要恭喜白敬亭先生可以成功登机，逃离我们的魔掌，可以去录节目了，可以得到一张我们的机票，恭喜你。是的，嗯，好，谢谢。嗯，到时候会 PS 上去这张机票。你节目怎么省经费吗？噔噔噔噔噔噔。是的，我们两位小天使今天的明星大侦探探班之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究竟这一期的凶手是谁呢？好可怕，到底是谁呢？那大家就一定要锁定明星大侦探。拜拜。